接下来将由 A 团的孩子们带来一连串的合奏表演。这次我们将演出《龙猫》《神隐少女》《冰雪奇缘》《神鬼奇航》《红莲华》以及《柯南》六个曲目。接着我们要用热烈的掌声，因为人很多，所以请各位加倍掌声咯，加倍的掌声来欢迎我们今天表演的孩子们还有学姐们。好，那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比赛团的孩子们，还有世杰老师的指挥。好，这边做一下刊物哦。刚刚我们先演出了神隐少女的曲子，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龙猫。那这两首曲子都是宫崎骏导演非常知名的作品哦。那接下来我们要再次请各位贵宾和爸爸妈妈们给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这一首龙猫。
相信在场的贵宾们应该都被拉进回忆的漩涡当中哦，真的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接下来孩子们要为各位贵宾带来的歌曲是《冰雪奇缘》，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孩子们带来的《冰雪奇缘》。
谢谢孩子们和老师们带来的精湛演出。